全民退休投资专案九档基金出炉，启动仪式象征退休准备开跑，未来规划退休有了新选择。啊，不管说你积极稳健保守，或者是你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退休，啊，我想各个的投资组合，基本上的股债比，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民众可依照自己的风险承受度选择想要的退休投资商品。九档基金来自三家投信，唯一的外商安联投信强调退休规划产品早已行之有年，群益则有操作私校退抚除金的丰富经验，和安联一样推出稳健积极保守三种商品，而国泰投信则是以目标日期为主轴，瞄准享休族群。我们这个好享退的活动呢，其实一刚开始就造成风潮，然后现在已经有66,000多个人报名了。那我们最后一天的报名截止日是7月30号，那千万要记得，除了报名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在基富通去开户。到七月底前都可报名全民退休投资专案，以定期定额方式投资，每个月最低3000元就能参与规划退休生活，只要连续扣款24个月，就享有专案免手续费以及低经理费的优惠。三立新闻李文徐雄台报道。